好，现在这个先表演一个扑克牌的魔术啊，先把牌拿出来。啊，这个鬼牌没有用到，先收起来。好，哎、欸啊，对哈、哦，啊，我的牌儿，还牌儿，哦，没有，牌儿在这里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表演的部分就这样子啊。啊、哦，那看你要这个道具呢？啊、哦，这个道具是啊、哦、这样子，然后两张鬼牌，好、哦、放在这里。然后再加一个这个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侧边的话要稍微挡一下，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让观众看到侧边，尽量看到前面就好。然后呢，这个牌耳先空的牌耳先放在口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始表演了。这样子就设定了，要开始表演。做一个那个打开牌耳的动作，这样，好，打开，然后翻过来，然后抽出来，啊，表示这个牌从牌耳里面拿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，啊，这个鬼牌暂时没有用到，因为鬼牌跟这一张，啊，一起把它，啊，一起把它收起来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开始表演魔术。啊，表演完之后呢，是要把牌收起来，就说：“哎啊，对哦，啊，我的牌儿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对哦，牌儿在口袋，然后再把它收起来，这样子。”好，